有你人的手感。太多我来家己头前，奈变你头前安尼？因为你的脚手较慢呐、啊。哎，给你耍路啦！来林，进左翼，两条，一条了啦，一条，我细数要细啦。原来搞混韩国，不然吹到国内，应该两国又邦交，以和为贵。也希望苏格你应该明白，虽然你为上邦，阮为下国，但毕竟是爱互相尊重，对不？好啦啦，迄条拢打咩啊？靠靠亲，要给你换一条无？比我还小。三分钟是挑战我的耐心，伊不但
欺负活动，甚至讲，甚至安怎？你有破小姐那么感慨吗？吼、哦，你玩江苏的吗？其实我是要甲阻挡，我嘛唔知影讲有迄种的机智行动，也唔过，其实这个苏甘未成，告知咱韩国，我早就咧探听伊的消息。听闻这个苏甘借机往到各国各邦里去，人若是进宫内，伊若有机会，就只将这宫内私吞，占为自己。只要找到证据，相信这个苏甘也无再就会当倒去大明江山，吞下国库，披冠蒙相，身好。哪里？在铁条街红桥里沿到后宫。是，红桥里沿到后宫。皇帝，皇兄，这件大事需要你帮忙，但你苏甘不能改。吞下国库，此次回转韩国地，招财故乡，伊的无言岳父，伊的府中必定是有私藏他方外国的国品。人讲要追查着要有证据，劳烦你会当找出证物。施主，我已将伊王爷一切向前找出这个功力。两个人做伙找，竟然较有机会找到。有灵验吗？有啊。我就是认为吼，阮皇爷较会高中的，所以才无将这件代志交代给你啦。皇帝，我相信帝魂有这能力，两帝与我一同找出这个贡品，两帝将伊一网打尽。小心细腻，我了解。再见。好啦，我表现啦。你太过冲动了，这件大事，上好你要小心行事，留我挂在身边，恐吓你人头爱落地，好懂？阿仔，草料兵马暗中来去搜狗的火势，呀！